跟我玩这个奖金挑战赛，都可以再私讯我。啊，你私讯我，不一定会跟你玩。我们这个奖金1000块，这真的给好不好？真的给。感谢千顶钓虾场赞助播出。五六七，再见！耶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哲，欢迎回我频道。今天又财神又来啦，我们今天这个奖金挑战赛第二集。那今天一样是找一些，就是我在北部这边有跟我钓过虾，然后我自己也知道说他会钓长标，也会钓阿波的朋友。好，那这个还是我忘记他是这个社团的团钓第一名第几届我忘记了。那我们一样请他来跟我一起玩一下这个奖金挑战赛。那我们欢迎月松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月松。我们今天终于在这个非常寒冷又下雨的天气、你觉得你有几成的信心可以赢我？这个天气，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会钓得很差。差是一回事啊，对，但是还是会有一个高低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听说你跟我钓从来没有赢过，而且是不管钓什么虾，对，不管钓母虾、钓综合、钓公虾、甚至到大公虾，对。对不对？对，你们不要觉得说我故意柿子挑软的吃，然后故意要累积这个奖金的。我今天一样会全力以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其实待会也有一些就是我们社团的那个会员的朋友们，今天就大家一起来这边玩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有些人还没有到，那我们今天我们两个先剪刀石头布，我们来先选一下，今天先钓长标，先钓阿波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们先钓长标。好，先钓长标。我这很久没有钓长标，我决定先钓长标，后面再钓阿波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准备装备。那我们等一下一样坐这个中间的位置，坐池子的正中间。啊，我们就一人坐一边这样。OK， 再见 ，Let's go。OK，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声音哦？就是因为我凯凯哦，我忘记插上我们的麦克风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是我们的月松正在讲解他今天用什么钓组，然后使用是鬼才杆4567加上长标哦，鬼才长标。然后接下来的话阿哲哦，他也讲解他的钓组有什么，他也是使用哦鬼才的长标系列，但是倒折标。OK， 他使用是倒折标，配上阿北的97天平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明智哥也有来，第一队被他敲完。”那我们今天呢，比赛的赛制就是50分钟啦，对，50分钟，然后会换成阿波钓组。OK， 现在影片内容大概就在讲哦，今天天气非常冷，下次不知道好不好钓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钓组，然后大家准备开始进行做钓。OK， 然后呢，现在 OK。大家准备的差不多了 ，OK， 都准备差不多。我现在在问他们的两个，哦，双方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时间准备开始，3、2、1、0，按下去。OK， 我们现在比赛开始了，然后月松很快很快很快，我刚。按下去没有准，他马上起虾，而且第一枪就双钩，第一枪就双钩，他的第一杆啊，抛下去第一杆啊，好不好？恭喜我们的月松拿到我们的起虾第一只 ，OK。然后现在我马上转过来问阿哲说：“哎，我们月松起虾了，啊，你的虾嘞？”阿哲就说：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来了？是不是来了？我的虾是不是来了？啊？”月松马上再打起第二只，不甘示弱啊，真的是不甘示弱啊 ，OK。
问阿哲，怎么又是月中奇虾？刚刚画面不是在阿哲吗 ？OK， 那好，我们转回来阿哲这边，他会不会起一只嘞？有 ，OK， 他又起到一只，扳回这个局面了，扳回这个局面。很快的，很快的，马上到了放下时间，他们是。好像有不定时加放，就是半点三十分会加放，好，大家可以看我们的活动贴。我们阿哲又起了一支，这里我会多带一些讯号画面给大家看，是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其实蛮爱看我们的讯号画面，然后这个画面大家看好，这个是月嫂，他一直在玩闪电打法，他那天一直玩，结果我刚好拍到他还玩，结果放枪了，就是这样，放枪了。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这次还会闪电打法吗？应该是会乖乖打了吧。OK， 他乖乖打，这一次有中枪了。OK， 时间剩下最后的九分五十秒。九分五，没错。没有，我们两家不一样水平。没有吧？你起虾特别少。我起虾特别少。对。我起虾特别少。没错。我刚才双钩有看到吗？没有。哎呦！他没中。好坏哦。来，时间到了，双钩起竿，起竿。好，我们现在换钓组，换成我们的阿波。然后我们两个位置要交换，对，要交换位置，要换阿波尔，你有信心吗？没有。你现在是赢的，你知道吗？输了。你现在是赢的。因为摄影师一直觉得现在越松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换完，等一下最后算一下就知道谁赢谁输了。OK， 待会见。OK， 我们现在换到阿波了。你今天要用什么阿波呢？我现在换巧劲虾竿，然后王星驰的阿波。好。然后阿贝的一样八五天平，配上鬼才钩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阿哲。今天用什么？用我的小陀螺。用小陀螺。那我后来发现，我的小陀螺比我的经典1.5的好用。讯号出来。那天平呢？天平换成四零。四零。啊，对对，四零对。OK， 现在是四零对八五，看谁比较厉害。好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继续。OK 了，50分钟，继续。OK。第二场，第二 round。第二场，三、二、一。两个底虾都是你吃的。我要拉尾盘。舒服吗？太小只了。太小只了。打到都没感觉。我这个没钩了，在干嘛？面子，我要顾我的，不管他干嘛，他在让我不要输得太难看。
你要我解一下，好快耶，三五号哎，多少号？我每次抽到人家网子啊，他拖我笼子里了。我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勾在网子上面的虾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看到你在那里的。哎，哎，你在那，你要跟我说一声啊。哎呀，我是找的很辛苦。没关系啊，你看，这样一逼逼啊，你看我的剪刀呢？还有多久？还有14分钟。好，那我们最后这14分钟就认真的钓，待会。14分钟过后，我们就来清点我们今天到底可以钓多少？到底是我赢还是月松赢？月松有没有办法首次打败我嘞？好不好？再见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钓完了，我们现在一样不免俗的，我们先算挑战者的，来，先算你。等一下到地上算进去。钓不错啊，棒棒的哦！等一下你的身下去，等一下倒过来这里，一只一只算吗？对啊，要念出来。三，念出来。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。二一，二，好，过。二三，二十三了。嗯，跟我们观众讲钓几只？23只。好，你看计数器23吗？对啊，23。感觉差不多、啊。差很多。差不多吧。一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，不用算了吧？不用，谢谢。二三、二十二、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31，赢八只，真的是，我觉得我们前面第一个小时应该差不多，对，啊，第二个小时你就在那边跟我们凯凯冷笑哎，然后我就在那是这里找一只，这里找一只，这里找一只，不然其实你看凯凯那时候不是有说，两场开始的时候第一只都是他钓的，对啊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恭喜我们虾子。OK， 我们这个奖金1000块，这真的给好不好？真的给，奖金1000块就累积到下一位了，下一位了。啊，这是报名费，大家不要误会，这是报名费。好，那我们待会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就是频道会员们才在钓，那我们待会让大家一起吃个饭，大家认识一下。那我们待会吃饭见了，拜拜。再加油好吗？谢谢。再加油。刚学。啊？刚学钓虾。今天刚学。对。昨天学的不算，今天是刚学。对。妈的，干话组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想要玩这个跟我玩这个奖金挑战赛，都可以再私讯我。啊，你私讯我不一定会跟你玩。啊，不是啊，你私讯我都会回复你啦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其实就是我们约了一些几个我们的频道会员出来一起钓钓虾，然后。中午都要请大家吃个饭，这样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吃饭。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我频道，影片帮我按个赞，按个喜欢。
那有什么意见跟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喽，拜拜。你的经典台词？我不想讲。奇怪，我在等你嘞。我要等你讲一个。我不想讲了。你看这些观众们都知道。